妈呀，大鳄鱼怎么跑到我家里来了呢？大鳄鱼，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家里来呀？佩奇，佩奇，不用害怕，刚才我遇见乔治，乔治说你们家里有很多很多好吃的，还有很多很多棒棒糖，能给我一点吃吗？我吃完就离开你家。棒棒糖好像没有，好吃的吗？好像有一点。大鳄鱼，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呢？我肚子是有一点饿，不过我也想吃棒棒糖了呢。大鳄鱼，吃棒棒糖可是对牙齿不好的哦，要不然我给你找一点其他的好吃的怎么样呢？当然可以，佩奇。其实我也不怎么太想吃糖，你看我有几个牙齿都长蛀牙了呢。那好吧，你在这等着我，看看家里有什么吃的呢。大鳄鱼，今天妈妈不在家，家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吃的，不过我给你找来了披萨，还有午餐肉，你喜欢吗？喜欢喜欢，佩奇，哇，披萨是我最喜欢吃的，赶快来给我吃吧。把披萨喂给大鳄鱼吃。还有两块午餐肉。再来吃一块。佩奇，你家的披萨和午餐肉都很好吃哦。谢谢你，小猪佩奇，我也要去找我的小伙伴们玩喽。